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卷子。大家好，我是小磊。我们现在要去给新房子看一下装修。嗯，因为我的车见朋友开走了，现在我跟卷子准备租一个小绿小电车，我们两个骑着去，骑个这个小绿好不好？准备出发。现在已经到了装修公司，然后这个就是塑料门上的五金配件全部都有，门锁、合页跟门吸，然后橱柜这块是包含的是底柜，然后双层的再加一个双层的拉链，还有一个3.4不锈钢的水槽，瓷砖那边东西比较全，啥都有。你可以选这种黑色，也可以选这种银色的。42,800，用了全部都是横截或者九木的。横截九木的这儿有没？嗯，这个是九木的马桶。当早上都这样的吗？嗯，对。这个差不多是在店里边是1,000多块钱。嗯。像恁家有小孩儿，你可以用晨阳的，晨阳是水性漆，它全部都是植物的。嗯，然后就是像就是三棵树，就是跟多乐士这都可以。那我们自己家好几个房子，就是我亲戚啊，包括我姐，还有自己家里边哈，刷来都是三棵树。形状没有那么好。嗯。现在已经到了。哎呦，喜欢这种，稍微宽一点的。这么宽，嗯，那种，这是最流行的，哦，落地窗，这个是卫生间，次卧，这个是还能，这个颜色还能更灰一点吗？可以，啊，可以是吧？一点也没看不出来是灰的，嗯。可以再跳。可以跳。嗯，就是它这楼层高，其实放到恁家就行了。嗯。这个是主卧。哦，它这个卫生间搁这里边的。对。这是个推拉门，接着进去了。他这个房子就是这整体装修下来多少钱啊？算是好了。他这个多少钱具体不太清楚，是另外那个设计师设计的。哦。他家这个润，他这个润动物。嗯。这个床头背景是润动物，很颜色。10万块钱。嗯，晾柜子是吧？对，晾柜子。他面积大。就是整体装修下来，连柜子差不多10万块钱，然后就是不带这些家具哈，这些床啊、沙发啊什么都不带。这里给你们看一下整体。嗯，